我竟然要在这儿拍一组火锅日常情侣大片，这都过了饭点了，哪有人给你拍呀、啊？你懂什么大学生专场好不好？帅弟你们都在里面，弟弟们今天来了。你怎么不去找海哥？你坐在这儿干嘛？海底捞哎，来海底捞为什么要自己找啊？那个小姐姐帮我个忙呗。啊，就是你能帮我看一下别的桌有没有什么长得帅一点的小哥哥吗？拜托了。好吧。谢谢谢谢谢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啊，有是吗？真的有。那个帅哥，见那个帅哥。帅的帅的帅的。吃饭。哈喽浩哥，我能请你帮个忙吗？就是我看你长得还挺帅的，我能邀请你拍两张照片吗？在这边。你要拍什么照片？就我们俩合照，情侣照的那种。情侣照？不是。哦，你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那、啊、不会很亲密的，就是很简单的合照。要不这顿我请了吧？可以吗？你们是大学生吧？可以，真请。这顿我请了，可以可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去呀、啊！拜托了，就两张。好啊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同意了，同意了，同意了。Hello， 这是我摄影师，待会儿他给我们拍照。好了。是不是还挺帅？我们家的凳子。啊，要给我吃吗？哦，加个凳子。因为是拍火锅类型的大片，所以我提前已经化好妆，然后再补一下口红。因为是吃火锅嘛，所以一定要选择那种不容易掉色的口红。这是 Color Key 的小黑净唇釉，巨好看，我跟你讲，绝美。这个好看，这是你上次在石头买的是吧？对啊，正品才29块钱，巨便宜，比专柜省了一半。我一下子买6支，我跟你说，29块钱，便宜便宜。而且现在点评论区还有188块，相当于这6支白送，赶快去冲。你是年轻帅哥吃饭吗？不然请你吃啊，好不好看？拍照拍照拍照，拍照，好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啊，把你俩靠近一点啊，准备好啊，3、2。谢谢啊！人家吃饭了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忘记了。大学生优惠能借我用一下吗？